Morning， 又是崭新的一天。我们上个礼拜帮 Cody 办周岁生日 party 的时候，大家都带了好多礼物来哦。谢谢大家。对，大家好热情哦，来参加派对，然后还带礼物来。真是的，人来就好，这么客气。对嘛？应该带电脑啊，或者是耳机之类的。对，该带的不带。好了，明天如果帮 Cody 办生日派对的时候，我们会给大家明示或暗示一下。对，明示、暗示兼表示。那我们今天就来帮 Cody 来开箱一下，大家送我们一些什么？锵锵！耶，超多的，超多的大丰收。我先从小的来好了。这个第一个是这个超级可爱的小鞋子，学步鞋，看一下是谁送的，这是华爸他们送的哦，这是 Mom and Dad 的华爸还有鸟妈送的，它上面写说祝福 Cody 平安健康长大，上帝的爱充满这个美好的家，感谢，谢谢你们，超级可爱的，这是防水的吗？看起来很像那种袜子。它就是袜子，但它是学步鞋，让宝宝穿起来比较舒服。因为宝宝要学走路，然后他们会习惯踮脚去走路，所以那个就是保护他们的脚。嗯，上面是袜子的感觉，对，上面是袜子，然后下面是这种细胶，哎，够软，让宝宝可以学习走路的时候会比较不像一般的鞋那么硬，就不好走，而且这个踢到也不会痛。哎，真的，因为下面是硬的。嗯，谢谢，好可爱的鞋子，耶！ Yeah, 第一个是一双鞋。好，我也开一个小的吗？好啊，一封信吗？哦，好可爱哦！这是一封信，好可爱的，是小熊维尼耶，好棒哦！来看看这是谁写的？哇，好多哦！哇，这是 Press Play 的好朋友们写的。哇塞！耶，谢谢大家！哇，好可爱哦！欧文的字超美的，你看这欧文的字，超漂亮的。这个我以为是原本卡片上面的。是。哦，你不讲我没有发现哎。Cody Happy Birthday！ 哇，好厉害哦！超厉害，超厉害。嗯。感谢大家的祝福，这真的我以为是卡片上面的字，好，那个卡片我们就待会自己再慢慢细细品尝喽。我们再帮 Cody 看，谢谢 Press Play， 谢谢。然后我来开这个蓝色的可爱礼物包装，上面有一个小花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我把它拆烂了，哎呦，应该没关系吧？刚才有拆礼物，对，刚才有拆礼物，哦，不会又是一双鞋吧？我看到迪士尼了，啊，哎。对不起哦，就这样猜了。希望送礼物的人没有看我们影片，怎么可能？不是，送礼物的人一定要看我们影片，很好看哎，是艾迪达的耶，好夸张哦，联名哎，哦，这是艾迪达跟迪士尼联名的鞋子哎，好酷哦，哎，爸爸妈妈超爱的，对，我没有，直接看一下里面，我还没有看过艾迪达跟那个迪士尼的联名鞋，哎，对啊，我们自己都没有发现哎，哇塞，好可爱哦，你看，超可爱。是一个 Mickey 的脸哎，对，是米奇耶，然后就是那个艾迪达很经典的鞋款，对，很经典的鞋款，哇塞，超帅的。这边有一个卡片，也是 Mickey 的，亲爱的 Cody， 生日快乐，一岁了，祝你健康快乐 ，Happy Birthday， 我是老爸全家，好可爱哦。再来是这个，这是洗澡用的吧，可以在水里面玩。像这样子哦，在水里面玩，哎，是那种复合式给小朋友洗澡用的玩具，哇，这不是简单的小鸭子的，它是有可以在真的在水里面可以有一些互动的，这很可爱，然后就是有一个在水里面可以喷水的感觉，哇塞，好可爱哦，感觉很实用哎，谢谢，谢谢，而且这可以马上用，超棒，对，这可以马上用，它已经可以玩了，好，下一个，猜这个。这个包装的很精美，对啊，一看就知道是巧手包的，噔噔噔噔。哦，富的超人点读认知图鉴，0-6岁使用。哇塞，哎，这个感觉很高级耶。对啊，这个好厉害，还好我们没买。一支笔，然后你点到书上面，它就会跟你讲故事的。对，而且它还有什么交通工具、动物、昆虫、鸟类，一堆。有25个哎，目前为止礼物都没有重复哎，对，而且都还蛮不错的。看来你没有说好。好，再来是我这个超级大的，这个是一个让小朋友练习上厕所的马桶。对呀，还好我们也没有买，因为我们本来相中了一款。对，我们之前看到一个唐老鸭超可爱。对，好险还没买。而且还没买。不过这也不错，这也蛮可爱的。对呀，小金鱼。然后他知道妈妈喜欢粉红色，他买一个粉红色的给 Cody。谢谢。对，然后拆开来看一下哦，而且这是日本的，上面都写日文的。哦，有迷思有没有？日本的就感觉特别好。然
好，这个有一个大哥大，喂，喂，是尾巴，那个是让他坐着可以靠背的啊，这个要靠背的，那你可以便便的时候非常舒适，哦，明天明天，这里的哦，这里的那个啦，海豚的鳍啊，对不对？金鱼的鳍，哦，金鱼的鳍啊，所以大概装好之后会长这样，可是它要螺丝起子，所以我们待会再装，给它，你看很可爱，然后没有用的时候可以盖起来，然后 Cody 如果要练习上厕所的时候就可以拿起来。拿起来之后就有一个上厕所的地方，然后它里面这个啊，它便便尿尿在里面的时候直接拿起来比较方便，对，不用整台拿去倒，就可以拿这个就好了。嗯，好可爱，好可爱。好，接下来最后一样了，最后一个最大样，大家有没有觉得包装纸很熟悉？是不是我们某一次跟丽颖交换礼物的时候，丽颖的包装纸也是这个一模一样？可能现在书局都卖这款，就是有迪士尼的不多啦。对，就是这款的，直接暴力拆喽。现在还蛮重的。还有一个小的帐篷哦，新的帐篷屋。等一下，所以这两个一样吗？里面有两个东西。先看这个好了。它应该是装饰球球吧？我猜。哦，对对，是装饰用的。它有一个充电线，然后这应该是 LED 灯。等一下哦，有一块这个，这应该是一个亚克力板。好。它就是打灯上去就会印出那个。哦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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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 ，OK， 所以它是这样子插上去，然后就会亮这样。这个是一个啦，哦，这是一个，真的是帐篷屋，有点像那种印第安纳风格的。对呀，它是印第安纳风格三角帐篷屋。对。耶！那它有两个球池。对啊，奶奶家可以放一个，然后家里放一个。OK， 感谢大家送的礼物，我们都超喜欢的。谢谢。觉得明年可以再办一场生日 party 了。生日 party 大家就应该知道要准备什么啦。开始期待明年生日 party 大家送的礼物了。开始规划明年要干什么。对。好啦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。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、分享和按赞哦。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啦。拜拜。你吃饱了吗？拍完刚好也吃完，100分。